快走吧，别叫姑娘担心了。你生气了啊？啊！没追过来吧？好几个沈二啊！哎，就你，还要给我们看好戏呢啊！行不行？哥几个快给你笑死了！这坏人又来欺负花姐姐，幸好我早有准备。 公子里边请，有什么需要吗？公子，您是在找人吗？没有啊，当然是找那个凶巴巴大傻妞了。那您里边看看，想吃点什么？那就这个，帮我拿一个。好。 谁的马跑了？这马？这马？我的马呀！我的马！我的马！好，快点哦，马可丢了！你驾！呜呜呜！太好吃了！这小马。